来到他的城市，因为这座城市住着他喜欢的人。在机场的咖啡店，他们相遇了。他对他说：“嗨。”他说：“好久不见。”在接下来短短几天里，他用工作之外全部的时间陪着他。他拉着他的手，那一刻他心里是多么的幸福，因为他心里清楚，这个男人一辈子的时间属于他的也就那么短短几天。离开的时候，他望着眼前这心爱的男人，在登机一刻前，他对他说：“请忘了，我曾爱过你。”